水敷脸的坏处。使用蒸馏水敷脸，可以在短时间内让我们的脸部皮肤的毛孔张开，皮肤生成的污垢被软化，同时在敷完脸之后马上用温水进行清洁，这样毛孔里的脏东西就很容易被清洗出来了。但要是没有及时清理毛孔，收缩毛孔也会很容易长痘痘、粉刺等问题。并且蒸馏水敷脸时间不宜过长，容易使肌肤角质变得脆弱，所以敏感肌肤不建议使用蒸馏水敷脸，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很容易让肌肤过敏。蒸馏水敷脸一个月最多2到3次即可，频率多了的话会影响肌肤的耐受能力。